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全服最强的苏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苏黎的出装魔纹奥义。苏黎有别于一般的传统刺客，都要第二波会战才能进场。苏黎这只英雄由于有大绝招以及一技能两次隐形的关系，所以一次进场也没有问题。今天全服最强的苏黎要教你怎么轻松的度过前期，让你在后期有装备的时候轻轻松松利用你的技能拿下会战的五连杀。今天这一场完全没有人场，满满的教学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欢迎对影片按下喜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影片能不能破1500个赞。假如破1500个赞的话呢，我们再邀请全服最强玩家来跟大家分享传说对决要怎么玩。当然呢，全服最强的苏黎只有长腿的苏黎，你也可以叫他只有长腿的苏黎哦，中文就是这么好玩哦。虽然是一样的字，但是这却有两个意思，但是这两个意思你就自行想象一下。本人呢，他也会在下方的聊天室回答一些问题。那如果呢，你有什么苏黎的问题想要问他的话，欢迎各位观众踊跃的留言哦。眼尖的观众朋友一定会发现呢，只有长腿的苏黎，他的出装以及魔纹好像跟别的苏黎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他先说一下出装装备以及魔纹的部分，在装备的部分呢，他自己用起来是非常上手，但是还是要视对面的阵容而定。他觉得钢铁长枪以及仙灵的坦度不会太脆，那么仙灵呢，你可以视对面的阵容换成反甲，要看阵容而定。那么很多人都会使用破阵为首的那一套装备，他自己是个人不太推荐。因为他自己试过了非常多局，会发现，我前期明明就是一个大顺风，但是后期呢，面对高端局，对面假如是射手又非常会发育，假如遇上勇这样的射手呢，他一进场想要切他的时候，会直接被被动射到残血哦。当他走够深靠近的时候，要放大绝，已经把我直接给秒杀。不一定你遇到勇那一些呢，后期会直接会把你秒杀的英雄都是哦。所以呢，他经过调整之后呢，是使用这套，也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在下方留言心得，跟他互相讨论看看。对，我刚刚讲话有一点点打结了。那这一套的伤害也不会太低，个人觉得蛮不错的哦。这一魔的部分呢，他选择的是绝地死斗，虽然现在呢很多高端都是带周而复始，这个他也是觉得可以的。下面部分呢，他选择的是暗中伤人以及加速愈合，通常大家都会带伤害的部分，我这个真的觉得蛮特别的。当然他觉得塔之庇佑也是可以的，要看个人的打法。如果你是打很冲的那种玩家，冲动型玩家，青春期玩家，你是可以带塔之庇佑的。打法方面呢，他是算是比较龟苓汤的苏黎，就是比较龟的苏黎。因为苏黎呢是一只中后期的角色，前期的伤害老实说真的不够，就只能依赖一个大绝秀秀场面而已。我推荐大家前期的团战能避免就避免，前期浓就对了，不然呢差不多就等于去送头送死而已。除非队中呢有前期非常强势的英雄，像是佛罗伦或是瑞克、马洛斯等等，可以让你前期比较安心的去打会战，这样确保有足够的伤害输出。那么队友搭配呢，他比较推荐提米以及皮皮这种有高能力的辅助，这不是都被 ban 爆的英雄吗？中路的话呢，他推荐是罗尔或是歌德等等，战士的话有莫托斯、马洛斯跟他配合，射手的话有兰朵、索文或是拉威尔等等哦。因为苏黎需要配合的英雄有个条件，就是呢，只要在后期能够跟苏黎一起冲上去打就可以，就是你要掩护我的苏黎就对了。那么辅助选提米或是皮皮的话呢，可以确保前期的团战打不赢，也能帮队友保护英雄呢，或是呢不停的去控制对手。提米还能帮苏黎增加额外的经济，能够帮苏黎前期浓到中期，那中期就可以更快进入后期，把对手杀得不要不要的哦。那皮皮这个英雄呢，虽然一直被 ban 哦，但是呢，遇到会玩的皮皮呢，可以确保他有个安稳的发育，就像前面的精彩镜头一样哦。或是团战的时候，你可以帮忙苏黎开团，增加他一些会战的压力哦，对手会战的压力。当然，愚人也可以哦。
至于在会战的打架方面呢，真的要看个人的打法，因为呢，有些人就很冲嘛，有些人就不冲，那不能以我的战术或是其他人作为标准。其实呢，所有全服最强的英雄呢，都是靠自己的打法，出装模你都可以按照自己去调整。当然呢，你要看对面的英雄去做随机应变，并不是几个字就能玩好了。这个打想法让我跟之前在介绍过全服最强的纳克罗斯结成明日奈有点像欸。到底要怎么样把纳克玩好？就是你不停的玩，你躺着玩、坐着玩、上课当然不行玩。然后呢，你每天都会想要怎么把它玩好。之前我玩菲尼克也是这样，每天都在想，哎，菲尼克是不是出这个装？每天再去做调整哦。就是你对这只英雄有爱，你就会一直练就对了。好了，那再来呢，就是苏黎这只英雄呢，他因为要非常多随机应变，因为你的大绝招要吸谁，什么时候要开，会不会你一紧张按了大绝招，这都是要看反应调整。这只英雄呢，虽然技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经过呢非常多场的训练，你才可以搞得懂他在玩什么。他个人呢就是远程射击先手，然后 A 几下炸他之后呢，如果对手有点残血，就一技能直接冲上去疯狂的站 A， 最后呢他个人会利用他残血的时候换成远程，因为现在非常多的英雄都有位移，所以呢换成远程能确保他在位的时候也能够击杀他。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苏黎的一技能虽然有个二段的位移，但是他每一次的蓄气真的非常久，就他的冷却时间都非常强哦。因为呢他会收集血印，然后利用血印再去炸其他的英雄。他自己呢不太常回收血印哦，他比较喜欢炸对手比较爽，打了一个惊叹号。不过也要多练习才能确保命中率达到 90%， 不然你那些血印就白炸了各位。好了，那要多打拿血印哦，除非是小号，不然呢他真的不会收血印的。好了，那这场这就是他分享的出装模啊，也真的是非常有趣哦。我觉得在看完这段影片之后，其实这部影片我事前就看过，他寄来的时候我吓一跳，尤其是他这一波的五连会战，我真是吓到。因为要是平常的我，其实你苏黎在三分之一血的时候，我就会脑袋就会下意识的反应去开大绝招，但是他真的超能忍，他的苏黎都是忍到最后一刻再开上去哦，这也跟苏黎的大绝招其实也蛮有关系的。大家要知道苏黎大绝招呢，就是传说对决的一个狗之大绝招，就算你被控制的时候也是能用的哦。好了，那今天呢他的苏黎呢，只有长腿的苏黎呢，他有开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在下面他也会留言。那如果你对苏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各位欢迎对影片按下喜欢，以及在下方留言问一下苏黎的问题。那只有长腿的苏黎呢，也会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回复。46% 伤害，我刚刚有没有看错？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对影片按下喜欢。谢谢你看完今天的影片，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见喽。